making you think that I was worth the while. So you lov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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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st my heart, for giving you everything that you dream, and taking it back when I play the scenes. I'm in love for wasting your time.这算是第二次走秀，但是算是比较正式第一次，然后其实还蛮好玩的，因为跟另外三位其实有三个一起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，对吧、啊、其实还蛮好玩的。我私底下我觉得工作的时候其实还蛮喜欢，就是比较窄身，看起来会就是身形会比较好。我很喜欢，我大概收藏了快近百条牛仔裤。哦，会去注意到他的那个整个腿型啊，跟他的就是你刚刚说的臀型，就是其实都会注意到。我觉得其实要知道自己的优点优缺点在哪里，然后知道自己怎么去修饰自己的身形，这样就可以穿出自己的感觉。其实我觉得都还蛮好的，我记得印象还蛮深的是蔡依林，对，之前看他的广告就觉得因为他其实个子比较偏我们东方人嘛，但是他却可以穿出一个线条很好的感觉，对。那因为现在最近圈内女艺人就是也有闪电结婚，大 S 她确定也会在明年有举办。哦，真的吗？婚礼的部分，那仔仔有跟你分享说她可能会去参加，或是线上祝福？没有哎，其实我们都是看新闻才知道这件事情，然后其实大家都还蛮祝福他们，我觉得就是都要给予祝福吧，因为结婚是一件好事啊。那她跟你聊过这件事？没有哎，她人我已经两个月没看过她了吧，她都在就是上海拍戏。所以仔仔也没有说带一起出席他的那个，没有必要。如果出席的话，一定会模糊那焦点嘛，没有必要啊，对啊。那有没有什么要对大家一起祝福的话？就希望他可以早生贵子啊！其实还蛮期待看到，就是生出一个宝宝，应该是还蛮漂亮可爱的。其实还一开始还蛮憋的，但是其实因为他弹性很好，然后穿久了其实已经习惯了，感觉好像就是已经服贴到我的皮肤上了，对。我其实比较不会去看牌子，我都是看比较就是适合自己的东西。我觉得很开心啊，因为其实出国的时候也会去知道那些品牌，然后你自己台湾如果买到的话，就可以省下机票钱。谁给我压力？其实这是我第二次走台步，所以我今天也没有就压力大。像阿凯啊跟我叫阿凯应该可以吧？阿凯还有杨哥啊，他们都算是我的前辈，所以。他们基本上在后台都会多，就是给我一些建议啊，然后说什么，然后毕竟跟他们都比我早上台，所以看到他们上台那个挺胸，然后抬头的那个气势，自然就会给我一些自信，对吧？然后看到前辈在那边发光，我就觉得，哎，真是不错。对，我是个很喜欢休闲的打扮的一个人，然后毕竟我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，所以我喜欢穿一些比较宽松一点的裤子，对，不会，其实因为我常常忘记说，因为你穿松裤子的时候，你会忘记自己有在穿裤子，有时候，所以今天穿这个布料的时候，而且这布料还蛮舒服的，然后贴到大腿上，其实我觉得，然后又是冬天，就觉得还蛮温暖这样，我觉得，我现在在英国读书嘛，所以这两家店在英国，到处都看得到这样子，对、啊，然后也是平常我在。在英国逛街的时候会经过的店这样子，对啊，所以他们会啊，大概都买什么样子？都买哦，他们的衣款式好多好多，挑不完。他是个很喜欢跟，尤其是跟manga剧组人分享他的灵感的人，因为毕竟你在发表自己灵感的时候，别人所能给你的回应会给你有更多的触感，然后你就会有更多的新想法这样子。我的新角色吗？不跟你们讲。Manga 的形象其实还蛮极端的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毕竟它是以帮派主题的电影，所以要脱离那应该不难吧。我觉得要合腰是非常重要的。然后，牛仔裤最重要的东西，它是会带出你腿型的东西，所以这个窄
我很喜欢这个窄度的这个感觉，而且像我刚刚讲，你可以感觉到它你走路的时候，它会摩擦你的腿，我很喜欢这个布料摩擦你的腿的这个感觉，嗯，哦，还蛮好玩的，就是还好有人在我，就是其他的人在我旁边可以陪我走，就蛮可以放松一下，对。所以你刚刚走路很硬哎，很硬吗？超硬，然后就不敢有脸的那个，就是也不敢笑，就是 OK， 好，要挺胸，然后要不要动太多，对。也就是刚刚彩排的时候有就是听到导演嘛，就是教我怎么样走，有自信的走路，然后有怎么样，对，怎么样走，还蛮喜欢啊，就还蛮适合我喜欢的衣服，就是。简单，然后就很干净，然后就也有型，就差不多就是一个牛仔裤，一个球鞋，然后一个 T 恤，然后有时候一个外套或是一个衬衫，就是当外套也会。就是我不知道，我有听，就是经纪人有跟我说，我是比较阳光，就是小朋友一点，就是太可爱型的那种，所以我不知道，我不太认识其他位，有看过他们的。演戏，可是不太认识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的那个味道是什么。我觉得星光大道是一个很棒的，就是给人家机会表演的一个，就是跟很多像我一样的人，就是可以去表演，可以让很多人认识他的一个机会，就差不多就。